はい、こんにちは。じゃあ第4課を勉強しましょう。第4課请打开60页。1番、今4時5分です。这个句子的话，其实没有什么文型，就是要记下来时间的。今就是现在，四時五分です，就是4:05。那时间的话要注意的是，7時、9時、9時，这个比较少用的发音，七時和九的发音，这个请注意。比如说17分的话，还是要念成17分。所以比较少用的七跟九的发音，就是用在几点的时候，7点跟9点的时候，就用这一点请注意。再来是二番，私は9時から5時まで働きます。私は9時から5時まで働きます。那这个文型很重要的是，这个9時后面有から，然后5時后面有まで，这一点。那一般这个 color 是中文的话，翻译翻译成那个从九点九点，那まで是到5点，那这一次的哇，就是哇达西的后面有哇，那这一次有最后是谓动词，那哇达西哇库吉卡拉古吉马德哈达拉基马斯的意思是，我从9点到5点工作。翻译的时候，当然我从9点工作到5点也可以。那这个从的 color， 这个很重要的助词 ，made 也是很重要的助词。color 是代表开始点、起点，然后到是 made 就是重点、结束的时间。表示结束的时间，那这样子是我从9点到5点工作的。那当然这边换整别的，比如说早上到晚上，那早上是朝，晚上是夜，那也可以说私は朝から夜まで働きます，也可以这么说。当然这个是除了时间以外，从台北到高雄也是可以用台北から高雄まで。まあ工作的话就有点奇怪，但是比如说我要搭新干线去的话，搭高铁去的话，私は台北から高雄まで搭新干线去，就是新干线で行きます，像这样子地点也可以。那这个 color 跟 made， 请注意。再来是第三的话，私は朝6時に起きます。私は朝6時に起きます。そうですね。那一样，私是当然，写汉字、平假名都可以。那一般是用汉字写比较多，
嘛，我刚刚这样子分，没有特别的意思。那，私は朝6時に起きます。那这个时候，朝6時后面有一个に，那这个也是新的助词，这个是表示表示动作进行时间。啊，可以说时间点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啊？什么？对不起，什么时候做这个动作？起きます的这个动作，这次的话起床，那意思是我早上六点起床。那记得这里要放助词你，如果是有动作后面像这样子起床这样的动作的话，请放一个你，有一点像中文的，有一点类似语，有一点像的。英文的话当然是有一点像 at 的这些。那这字呢，你的助词请不要忘记。但是当然是如果后面没有动作的话，比如说像刚刚的第一题，现在四点五分，这个里面没有动作，那就当然没必要放这个助词你。嗨，那就这样子，第三ですね。再来是第四。私は昨日勉強しました。私は昨日勉強しました。那这个动这个句子的重点是这个ました的部分。这个是过去形。动词的过去形。日文有分过去形跟现在形。那现在形什么时候用呢？就是未来的动作，现在要做的动作，没关系，反正还没做的动作，我要做什么的时候，请用像这样子 must。然后过去一次性的动作，昨天我做了什么，或者是上个礼拜也好，去年也好，过去我做了什么的话，请把动词的尾巴请改成ました。这个日本的话很严格的有分，所以这一点学日文的同学请注意。但是像这种第二底第三底，如果是这些都是固定的你的习惯性的动作，比如说我平常都是从九点到五点工作，我平常都是早上六点起床，固定的话还是仅用现在型的 must。 所以整理一下，现在要做的动作，或者是明天要做的动作，明年要做的，下个礼拜要做的，通通要用现在型，就是用 must。 还有固定性的动作也是用 must。 那只有过去我做的动作，一分钟前也好，或者是上个礼拜也好，昨天也好，上个月，去年也好，十年前也好，一次性你做了什么什么，我做了什么什么的话，请用ました。那私は昨日勉強しました，就是我昨天读书这样的意思。那第四个的重点是有关时间的，就是这样子。那must， 动词的话都是 must 结尾，然后课本上有写现在肯定型 must， 然后现在否定型 mustn't， 我不要做什么什么的话用 mustn't， 然后我做了什么什么 ました， 然后
我没有做什么什么，ませんでした。这个日语里面动词有这个四种样态，所以这一点请注意。现在肯定型过去，现在肯定型，现在否定型过去，肯定型过去否定型，这一点请注意，这些是都是动词的。好，那就第四个是学习的重点就是这样子。はい、さようなら。